你吃看麦，我特别为你调的杏仁抹酱，看是不是当美梦成真。这杏仁跟蜂蜜哦，那味哦，调到真好吃呢。这我就那是美梦成真啊！以后我只要吃这个抹酱哦，我就知影我有一个高太太在我身边啊。那安尼，你把这个味哦，记较熟个。爸妈，一透早就放闪，你妈妈小提醒下。我跟爱讲，我也没挂墨镜。志豪爸爸，你较早这样啊严肃，但是让人看到你现在这样温柔的模样哦。织田集团的员工一定会讲，这不是郭社长，这不是郭社长。那是要逼放闪，像毕业规定啊。没有两个哦，爱搁放闪哦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伊赶紧结婚。爱讲是咱未来的新妇，今嘛欠一场婚礼啊，婚礼哦，赶紧办办。我嘛是安尼想，不过最近收到代志，我无着急咧办婚礼啊，而且这件代志应该无遮尼紧急啦吼。阿姐，你无着急，我正着急咧。你拢唔知影，这个查甫人若是会当拄到甲伊行一生的查甫囡仔，伊就可无要甲全世界拢予伊，家己别伫个身躯边。搁再讲，你还袂伫个客户顶关甲我白做伙，我当然会烦恼啊。你着真正遮尔啊要紧迄张客户？虽然讲只是一张纸尔，但是无拄到唔知影，拄到才知影讲一定爱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安尼对我来讲才有保障啊。现在就选美亏的呢。你看，志荣爸爸因，啊，不是等你才过年才当做会。哎，这摆唔通，你伤过凄惨嘛？我就无跟阮爸共款的，一直到暗暝才会当得到家己的幸福。好啦，啥物叫做凄惨嘛？你唔捌啦，阮这叫做倒吃甘蔗，愈来愈甜。爸。我这不管你是倒吃甘蔗还是芭乐，只是啊，我伫甲阿强做阿公婆，我想要疼疼伊一世人，永远都莫分开。伫你的身躯顶点油做记号，让大家人拢知影，你就是我的太太，生人勿近。你很夸张哎！你若是结婚了，咱甲阮做伙住，安尼我就搁较有动力替你办婚礼哦。没做一段，安怎？无想要讲做一段？无啦，我是讲这件代志会当发控制的。好啦，你即马是咧烦恼婆媳问题哦？爱讲都无讲话啊，迄个叫你听不？我无问题哦。安怎？我就靠哈。就当甲爱讲做伙。就算讲是刀山火海，对我来讲拢是天堂。可乐啊，甲爸母住叫做刀山火海哦。阿伯啦，昨无一点想我，爸，你甲爱强透早拢请假，等一下才能食食的，就咱去公司啊。